2022年4月16日，收到第六批的物资，由张惠妹所演唱，《快乐唱开假日听歌》。门有几个世纪，你该不该醒一醒，换个样子活过来？接下来你主宰，数到三把眼睛张开，不用排演更精彩。Come on, come on, 把昨天都抛开，不用理由也能够觉得嗨，天天都可口可乐。Come on, come on, 大声都唱出来，每分每秒都有感觉到爱，我就要快乐唱开。今天真的是美好的周六啊，收到了这么丰盛的物资，感谢所有。来个热烈掌声，不管是谁在唱，有唱有跳，只有我们撑住全场，觉得疯狂，不用怀疑，热情燃烧，北极熊都还在笑，消防队灭不了，全世界跟着我一起摇，快乐一起尖叫，祝热情投票，拉警报，快乐拿来解套。别说已经来不及，没道理，现在就是唯一。快乐干扰的讯息，打开快乐能力，阳光正好浪费一秒。不管昨天过得怎么样，都把它抛在脑后吧。今天是未来的第一天，家人们，我们一起开心度过每一天。这一周我们平静的小日子 ，Goodbye。